1950年，吴充宇校长出生于嘉义县东势乡的袁树村。父亲名筹，别号墨清，能文善墨，也懂命理术数。因为我爸爸会算命，所以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都是他取的。那时候我出生的时候呢，就应该是梅雨季节嘛。那梅雨季节就下很多雨嘛，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取名字的时候，因为另外一村也有一个小孩，差不多跟我们同年出生，他都请他取名字，取了两个名字嘛，一个就是充宇，然后一个叫做西柏，对方就选了西柏，然后就是。我就变成聪明，吴墨清是当地有名的文人。吴校长的父亲在世时开办了私塾，教授汉文。据传向他学习的人超过千人，对东势乡的影响深远。我爸爸不在了以后，我有时候去别的村啊，有碰到一些人，他就会知道，所以他有跟我爸爸学过。如今在东石乡的港口宫依然可以看见吴校长父亲的笔迹。那这个庙里面的柱子上的对联呢，当初是我爸爸他写的那个对联，他写的字，后来他们把它刻在柱子上面这样。那因为我爸爸也对那个港口宫的天上圣母呢非常尊崇，所以他很用心的做的对联，然后写的书法，然后刻在这个柱子上面。岁月不留人，但24字会继续屹立在港口宫。吴校长的父亲过世后，家计都落在吴校长的母亲身上，但对于子女的疼爱，吴妈妈仍全力支持吴校长继续升学读书。其实那时候我爸爸去世以后，其实我们的家境就靠我妈种田。有时候要注册的学位啊，因为农作物的收成不一定会能够赶上，他还要去跟人家借钱。18岁那年，因为学业的关系，吴校长离开他的故乡。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要上到新竹来念交大的时候。那在搭车的时候，其实心情蛮复杂的，因为我第一次要离开家里，离开这么远嘛，所以那时候就把这个心情呢。写成这一首诗，这样。视野之外，摇摆如定舵的气球船，船渡风城向我，星辰闪烁，星辰在望，故乡和童年都远去了，只是跳跃的白线，猫步的别离曲，暴君，苹果，剑。至少还有慷慨的388次别行误点的慢车。年轻的吴校长来到新竹的交大，展开人生的新篇章。他在交大完成了大学与研究所硕博士学位，并在交大结交到许多好友，是名副其实的交大人。在交大念书期间，吴校长也找到了人生的伴侣。硕士班二年级的时候，那我就别人的介绍，那我就认识了太太，就是曾昭玲。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于1979年结婚。而吴校长在1980年取得博士学位，进入交大任教。吴校长为了增广视野，曾于1984年申请到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电机系的教职，就携家带眷到美国教书两年，也有许多第一次的异国惊险经历。就是突然很冷，有一天就下雪了。我们那个小孩啊，到第二天就没有牛奶了，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去弄牛奶回来。然后我们就把车子一开，那个车子就打转，吓死了。然后当然就不敢动了啊。然后他就说好，那他要走路去买。从我们家走去那个最近的那个 supermarket， 可能要一个小时吧。我们平常开车是很快的。但是如果你用走路的，然后又下雪啊，然后你每踩下去都在那个雪里面，买回来的时候他手就流血，因为会跌倒，好可怕哦！那一次真的是吓死了。1986年，吴校长在郭校长的提点下离开美国，回到交大任教。
副校长一直要教他们，就是我们交大有很多好的小孩，要把他们教会，要培养自己的小孩，不要去教老外。对，觉得在那里教他们很浪费，他也很爱交大。对交大的爱不只造就了吴校长的生涯，更造就了半导体基体电路设计研究上的里程碑。刚开始的研究有一些就是在半导体制程，那有一些是在 IC 设计方面，后来就慢慢收敛到 IC 设计里面的类比 IC 设计。我对类比 IC 设计呢，我发现我兴趣非常的高，所以就投入相当多的研究。那我开始教书以后，我的现在的三零七实验室的起源啊的源头就在这里。三零七实验室是台湾首座进行 IC 设计的实验室。在草创时期的三零七实验室有发生过什么样有趣的事呢？因为我们做研究其实通常都在晚上才是我们的精华时间，所以通常我们都是晚上天黑的时候在那边，然后天亮的时候就回宿舍。然后老师的办公室他们就是在走到军队那个里面，然后我们每次弄到半夜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就会有一个人就突然走过来，然后去办公室，就发现就是老师。各位知道吗？老师是这样讲，今天三点来找我，那三点不是下午三点，是 midnight， 所以你就知道他怎么对待学生的。midnight 三点他还在改论文。这个因为我住在外面那个宿舍，国外校区的宿舍里面，那我所以我的办公室要在这一栋，所以我如果要过来的时候，我大部分都从校门就直接走过来。那时候呢，有一些学生在做研究啊，那他们要论文给我看啊，他们也都是从这个小门拿过来给我。我有时候会打电话请他们把论文送到这边，所以他们很多学生对这个小门都蛮有记忆的，这样。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学生程度都蛮好的，而且蛮认真的，最主要是蛮认真的。所以从三零七会议室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其实这批先生是很认真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常常讲说，就是实验室常常是七点到九点之间会找不到人，开夜车的人到七点回去嘛，那没有开夜车是九点来上班的。那我们校长在这边来建立一个模式，利用群体个人单打独斗当然是很厉害，但是呢，有办法呢找到高手加入变成一个群体，那这样呢变成一个这个较大的国家队，然后把这样环境给进一步建立起来。三零七实验室成立至今已经超过40个年头，为国家与产业界培育出许多重要的 IC 设计人才。吴崇宇校长在1991年借调国科会担任工程处处长，四年中推动的重要任务就是产学合作计划，以及在产学合作架构下发展的晶片设计实作专案计划，成立晶片设计制作中心，简称 CIC。我在三零七实验室呢，常常会跟产业界合作，或者跟工研院合作，所以我的学生呢，其实是可以设计 IC， 然后再交给联电或台积电去制作成晶片，然后再去做量测。好，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产学合作的方式。那时候因为我们三零七实验室已经有一个软体的设计环境，而且有软体的设计流程，一开始就以我们这个为范本，然后推广到其他的学校去。好，那时候呢就有一些教授跑来问我说，本来你实验室只有你实验室能够做 IC， 能够发表很多论文，可以一直独霸好几十年，那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分散出去，让更多人来参与？那我是说，你不能为了一个人的自私，不能自私，你应该是要为大家着想，为整个社会啊，这个 IC 设计产业啊，比较远的眼光来着想。我觉得必须要 open mind，让很多教授投入，这样呢整个产业才会兴盛上来。那个中央大学的校长周景阳，他也担任过 CIC 的主任，他就曾经说啊，
这一件事情应该是我们 IC 设计产业发展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吴校长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转向，即以仿生 IC 为入门，跨足电子生医领域。其实一开始我们要研究那个类神经的网路，我们大部分还是去研究视觉相关的，比方说对图案的辨识啊、认知啊，我们还是从那一块进去，就会牵涉到人的视觉神经。所以一开始我们在研究，在86年那个计划，应该就是在研究用细晶片的电路把视网膜的功能做出来，看它后面怎么把影像传到头脑的视觉皮层这一个神经的网路，用电路做出来，这样做在晶片上。吴校长模仿视网膜外层细胞的电路研究，给了林医师深刻的印象。就去拜访了吴校长，也造就了交大第一个电子跨域到生医真正的合作计划。跟林伯刚医师合作研究人工视网膜计划，对我的研究走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契机，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让我的研究呢从仿生晶片的研究能够进入到植入人体的晶片的研究，也就是开始发展我们生医电子领域的研究。对于这项人工视网膜的研究，林伯刚医师是这样形容：奇迹，大部分不可能做到就20。色素性视网膜炎，俗称夜盲症，这是一个常见的先天性视网膜退化疾病。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夜盲的现象，然后视野会越来越缩小，大概到40-50岁时就会全盲。这种病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式，一心想在台湾视网膜细胞移植这条路上钻研的林医师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困难。结果这种方面没有任何规范，那个时候人体细胞组织移植条例都还没有出来，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 regulation，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是谁敢做。从技术面来说，这项发明的一大突破就是分区供电的技术，一次刺激一个区块，如此就可以做到省电，也不需要体外供电。而因为我们有视觉暂留，所以成像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回到20年后的今天，这项研究即将进入人体实验的阶段，对于林医师来说，这项研究有另一层更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这个计划对台湾的意义就是一个重点，就是从头到尾全部在台湾发展的，完全不假外力，所有的人都是台湾本土，然后能把这些不同领域召集起来，我觉得这是吴校长最大的功劳。如果没有他在组织这件事情做不完，靠我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最后就是要靠 IC 设计，就是要做一个医疗器材，那用来放到一些盲者的眼睛里面，让他可以看到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人工视网膜。我们希望今年底或明年初可以开始真正去做人体试验，验证我们这个晶片的功能。那如果试验可以成功，它就可以真的用在人的身上，提供给医生，让病人来使用。虽然吴校长在2020年8月就已经正式从学校退休，但吴校长仍还充满热情，继续实践自己所热爱的研究，担任精神医创董事长兼技术长，持续在为人工视网膜与癫痫晶片系统的产品化进行研究，朝人体试验的方向推展，希望能应用于病人，造福患者。我出生在嘉义东石乡元素村，一个能望见海的小小渔村。回想我自己从一个在村里都会迷路的乡下小孩，个性比较内向，但我的家庭培养了我乐观的性格，所以常常在面对很多困难的环境时，我都能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自我鼓励，再多努力去克服就好。在经过学校、社会及国外环境各种学习与历练之下，让我逐渐蜕变成心胸开放，成为能与众多团队伙伴一起工作、一起研究的学者，以自己所热爱的研究为终生志业。
回想起许许多多愿意给我机会或是在多方面协助我的贵人，让我的人生即使面对许多考验却也能相当丰富圆满，实在是幸运万分，令我感激不已。